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办理招商，已经公告进行第二摆招收，特别举办招商说明会，现场有超过六十几个业者来参与。官府表示，招收的三十笔土地已经卖出十二笔，规划引进六大产业，日后会当连接其他园区以及工业区做规划发展。这次招收公告所要注意的各个申请的一个事项。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去年招商，有七件厂商申请，卖出将近一半的土地。在公告办理第二批标书了后，南投县政府再次出来进行着招商说明会，现场吸引着六七十位业者参与。想要扩车的，有需求的，这时阵是上好的机会，因为你若搁经济搁落来的时阵，伊头部这边来讲，要用你一两二十几万。讲按政府所开发也是较近，地点够好，等你大家参考一下。国道三号，我们在竹山跟南投都分别有两个交流道，那还有中投，也就是我们跟邻近台中中投，那我们到彰化越过八卦山隧道，我们可以到这个彰化的蛮这个园林几个。纵贯线的铁路的车站都非常方便。副馆长王瑞德进一步表示，草屯工艺产业园区大公产业文书便利，南投一直正用心发展观光，推动着农业甲产业因循发展来建设南投。今年目标规划之下，投资者皆当结合着其他乡镇的产业园区，这个工业区资源来发展。结合这五个园区不同形貌的低碳永续的产业。那以南竿工业区以及竹山工业区这两个传统工业区的产业为连结，可以说在人力成本以及资材的成本都可以比较低的情况之下，加上交通便利，我相信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未来的繁荣发展一定可期。我们厂商来进驻，它增加我们在地的就业机会。尤其县府这一次其实它把关的项目还蛮多的，然后就是如果有重污染的啦，或者有高度排水污染的都不能进驻。同安民权这边以后，当然也是会严格的来，替我们县府来做一个把关的一个动作。然后当然是希望有相关产业的可以进驻。馆长表示，草屯这座园区正发展性，规划引进着六大产业，预估会当增加着1000多人的就业机会。标示自期到4月14号为止，欢迎有兴趣的业者到南投投资发展。记者林云信，采报道。